PS 邀请你去参加演唱会的嘉宾，但是你只能带5、5、6的一个兄弟去参加，请问你会带？觉得可能会带孟杰哥的原因是，就是证明台湾的男性不比韩国的差。可以，可以，哎呦，小弟，杰志哥，杰志哥，你垮掉了。他的意思是说你去日本比较厉害啦，是日韩国的。我是日系的，还好有姐姐帮你凹哦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饥饿游戏。